好，我们输入邮箱之后呢，它就自动登录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各种翻墙软件。好，现在我们点击完成，我们点击这个搜索，我们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火箭还有 ChatGPT。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ChatGPT 就可以轻松下载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海外 ID 的，或者呢搜索 VPN，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免费 VPN 都是可以直接搜索得到，也是可以进行这个下载了。好了，我们全新的这个美区 ID 注册教程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吃辣条的小强。今天主要来跟小伙伴分享苹果 iOS 海外 ID 的免费注册教程，无需电脑，无需翻墙，只需要轻轻动动你的小指，就可以在手机上免费注册到一个海外 ID 了。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哪怕你是小白啊，有手就行。关于这个 iOS 海外 ID 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只需要通过 App Store 登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下载到在国区无法下载到的很多软件，像 ChatGPT 啊，免费的 VPN 啊等等，而且呢是无需翻墙就可以直接下载了。好，下面呢我们废话不多说，进入这个实操教程。好，现在呢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苹果手机上，我们打开我们的设置。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必须先退出我们的账号。在退出账号之前呢，很多小伙伴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先点击这个屏幕使用时间，退出我们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关闭它，然后呢再打开我们的账号，找到一定要关闭共享我的位置，关闭找到我的 IP。否则的话呢，好，现在呢关闭成功。如果没有关闭的话呢，我们的账号是无法正常退出的。好，我们返回到首页，我们拉到最下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退出我们的 ID 账号了。好，我们直接退出。整个过程呢大概是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好，退出之后呢，我们往下拉，找到这个通用，再往下拉，找到这个语言与地区，在这里切换我们想要的账号 ID 地址，比如说可以切换成澳门或者香港都是可以的，在这里我们就把它切换成这个澳门，然后呢我们再返回往下拉，找到这个通讯录，添加账户，在这里我们就选择苹果的邮箱。好，我们选择没有或者忘记 ID， 然后呢我们点击创建。好，我们点击同意。好，这个时候呢输入我们的姓氏和名字，随便输入，然后呢这个出生日期一定要确保是成年，然后呢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没有电子邮箱地址，获取一个新的电子邮箱地址。好，输入我们想要的名称。好，我们再往下拉，点击继续创建这个电子邮箱地址。好，填写我们的密码，输入两次密码，必须要包含数字还有大小写字母，然后点击继续。好，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填写号码，这个号码呢国内的手机号同样也是可以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切换我们国内的手机号加86开头，或者呢直接输入我们的外区手机号也是可以的。如果出现无法创建账户呢，证明我们的手机号已经注册次数太多了，我们只需要换个手机号就可以了。换了另外的手机号，填写我们接收到的验证码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跳转到这个页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同意它的条款就可以进行这个注册了。我们点击同意完成之后呢，它就会直接显示正在登录我们的账号，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呢，需要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选择合并或者不合并啊，我们就选择不合并。好，这时候呢，来到这个页面，证明我们已经登录成功了。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登录我们刚刚注册的这个海外 ID 账号。我们注册的这个海外 ID 账号呢，就是这个澳门的。下面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登录我们的 APP Store， 下载到我们的 ChatGPT， 还有各种免费的 VPN 软件。我们打开我们的 APP Store。点击右上角头像，然后在这里输入我们的账号还有密码进行这个登录就可以了。好，我们输入邮箱之后呢，它就自动登录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各种翻墙软件。好，现在我们点击完成，我们点击这个搜索，我们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火箭还有 ChatGPT。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ChatGPT 就可以轻松下载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呢，我们现在登录的是这个澳门的 ID， 也是海外 ID 的，或者呢搜索 VPN。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免费 VPN 都是可以直接搜索得到，也是可以进行这个下载了。好了，我们全新的这个美区 ID 注册教程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了。同样啊，如果你想注册其他的海外 ID 也是可以的，同样我们只需要点击设置，找到这个通用这个语言和地区，在这个地区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切换成这个美国，这样呢，我们注册的就是这个美区 ID 了。好了，我们本期的教程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了。如果小伙伴遇到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更好的建议呢，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我看到的话呢都会一一进行这个回复的。感谢小伙伴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